不清楚吗？他自己也知道的，所以他每天都要偷偷的哭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不清楚吗？你什么事情我不知道啊？你我都知道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他自己都知道的。不出来也出来了，那还能怎么办？那不出来你出来了，现在人家不要你了，你偏要去找他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说偏要去找他，我说阿伟跟我们是还是朋友，对不对？我说请他们去吃饭。请什么吃饭嘛？对吧？我们两个开开心心的自己买衣服不好吗？请他吃饭的话，自己开开心心的吃，吃点大餐。哎，阿伟跟以前老师带你吃肉的时候，你忘记了吗？带我吃肉的时候，带我吃过几顿肉啊？是不是帅哥节吗？几顿肉算什么？以后，哼，他把我们两个甩在这里，那他把我们两个带出来，对不对？他什么也不管了，是吧？什么意思嘛？你就啥也不懂，你就老是被别人骗的那种。你就是脑壳里面装的是那个。豆腐渣，豆腐渣。那你回，你还阿伟哥以前对你的那些好，你还给他。我凭什么还给他？他把我搞的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也不会出来。那你现在回去啊，你现在可以回去啊。凭什么回去？我出都出来了。那天又没有人叫你出来，是你自己屁颠屁颠跑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要不是我的话，你也早就回来了，真的是。我们也没有我的话，你也没有头发。没有头发，我挣一孩子，我自己去卖菜。笑死了，笑死了！那个卖菜的主意还不是那天晚上那天晚上我说出来的，你才有这个样的想法。你这个笨脑子，你会想出这样子的？谢谢小红，谢谢谢。你这个笨脑子，你会想出这样子的来吗？啊！我出来的时候，我头发才到这里，现在都到这里了。你啥也不懂，真的是。快啊！你看我在这里，对不对？我在你身边，我什么都懂，字呀什么的，我还跟你。认识你懂，那你就不要跟着我了，你去你弄你的好不好？我本来就什么都懂呀，你去弄你的呀。认不得的字还不是我念给你看的，你懂个屁啊你！哎呦我的天！哎，一疯子一个，他还不是疯子，他就是怪怪的，不知道哪个鸡出了问题，他头上。他应该是我看你他应该是还没有更新那个。他头脑里面有一个系统，应该还没有更新。我跟你讲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句话就说错了啊！你脑壳里面装的是什么？装的是屎，装的是那个豆腐渣。我的脑壳呢？哎呀，全部都是那种高级的。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真的是，你斗得过我吗？你说得过我吗？他脑壳里面还没有更新啊，帅哥。你要是脑壳里面装快一点的话，你也不会被别人骗了，知道吗？你脑子要是放聪明一点的话，你也不会屁颠屁颠的。现在又说去找人，人家都被你甩，人家都给你甩了，谢谢把你甩了，谢谢你都还这样子。谢谢帅哥姐们点赞，对，我们还没有点赞的把子的赞赞点起来，好不好，帅哥姐们？我们把赞赞点到十万了，把赞赞点到十万。对呀、啊，他们都说我是被你害惨了，我跟你说，有可能不是你的话，我现在都待在阿伟哥旁边。我的天哪，笑死我了，对不对，帅哥姐们？你咋那么天真呀你？你以为你谁呀、啊？我是阿、啊。你是谁呀、啊？啊，你是谁？我是阿子墨。你是阿子墨，你算刀呀你？真的是。我跟你们讲，你算什么？我算。你什么也没有，你居然跟别人比，别人什么都有，你有吗？啊？你觉得人家会看得上你这种吗？人家爸妈也会同意你这种吗？啊，你跟我说一下，人家爸妈都明说了不喜欢你，你现在还说，哇，你现在还说你要不是我的话，我就在他身边了，你就在他身边了啊？凭什么？你跟我说一下，我对你做了什么？哎，你跟我说一下，难道是在农村里面，在家里面的时候，他给你表白了，你就要同意是吗？你觉得这样子的话，你觉得你会得到幸福吗？那你还不是一样，你把他带出来的，他的公司还不是照样出事情，还不是把你给甩了，是这样子的，又认命也认不了吧，真的是。妈的，啥也不懂。靠，走开走开，他们说的要走开，你看甩吗？都叫你走开，都不想听你说话。一天就只会在这里巴拉巴拉的跟他们说，谢谢。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你们什么？他们是我家人。他们老是这样子，你在这里说一下，他就去阿伟的直播间里面嘟嘟滴滴嘟嘟滴滴，
然后又来你这里嘟嘟滴滴嘟嘟滴滴，像机关枪一样的停个不停。机关枪一样的人是你好不好？机关枪一样的哪是我啊？对不对？是他吗？你看，像机关枪的人就是他啊！你看全部都是字幕，他就是嘟嘟滴滴的，就是机关枪。他们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，他们就是想让。哎呀，你一边去，你一边去，我们跟宿舍里面聊天了，你一边去。你懂什么？来，帅哥姐妹，希望啊，怎么啊，一莫一边去呢？我们把这个点起来，好不好？我在给你讲道理，知道吗？在直播呢。哎，老板，你回来了，对，我们俩在直播。直播直播，每天就知道直播，也不好好的销售一下。你看你今天卖了几瓶啊？一两瓶都不到，一两。还有不？今天让你打扫厕所，打扫了没？打扫了。打扫了。他不打扫，我打扫了。什么叫你打扫？明明是我打扫的，是我打扫的。他骗人的，你老是骗人干什么啊？你是不是？干啥？我以为老板。你还怕我呀？原来你怕我呀？我跟你说，这一个月的厕所每天都要打扫，哪天你不打扫，哪天就没有那个啥。你跟他说打扫，你不在的时候，他就会让我去的。那你不去啊？没有，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看他老是敷衍我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月的厕所，如果你哪天没打扫，哪天就没有那个什么，懂不懂？就没有那个米。不带这么搞人的，你看。那昨天我做的，昨天说的好好的，你要去干活，你去影响你姐，对不对？那肯定要惩罚你、啊、老板，那我都上班了，对不对？那也不是我的义务呀，对吧？那是娃子姐的，而且娃子姐也比我做的快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那一份都被他做了，我的话我今天穿的新衣服啊。对呀、啊。哎呀，谁给你买的？嗯。谁给你买的？我自己买的。你自己买的，像你、你哪来的钱？那今天穿新衣服啊。哎，现在穿到他身上是自己买的，自己挣的钱了。今天他有没有去打扫厕所？打扫了，打扫了。我问你姐妹问你。打扫了。你打没打扫？欠我吧。打扫了。打扫没打扫？你就说实话，你说实话，你不能骗我，阿紫不能骗我啊。老师实话了。打扫了。哎，打扫了没有？你的手在干啥？没有，但是我在提醒他呀，什么意思嘛？你在提醒我干嘛？你听说、就是、你打扫没打扫，你心里没数吗、打扫了呀，我明明就打扫了。家人们，你确定打扫了？打扫了。我听懂了，我听懂了、这样，咱们直播间多少人现在？5700多人。咱们今天收拾你，咱们点赞点赞到100万，我们开着直播让他看妹妹去打扫厕所。来，咱们直播间。点赞到100万，家人们，打扫完了，治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说，我打扫了，老板，你看现在干干净净的。来，下个节目，我们把这个点到100万，让阿姨去打扫。有的是收拾你的办法，对不对？白天咱们家人们看不惯阿姨莫的家人们，咱们点赞，点赞到100万，咱们现场看阿姨莫打扫厕所。来，家人们，一起点赞，咱们点到100万，看阿姨莫亲自打扫厕所。老板，我都打扫了，你还让我打扫？来，帅哥姐们，把赞赞点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，来一起点赞，点赞到100万，咱们看阿姨莫打扫厕所，咱们把双倍点赞点出来。你不打扫，我现在让家人们全部看着你。双倍点赞出来了，帅哥姐们 来加油！咱们点赞到100万，看阿姨莫6000多人，把赞赞点起来，对。什么嘛？收拾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老板。叫你打扫打扫，你还让你姐去打扫。我打扫了，老板，你看我问我姐。打扫了没有？你已经我不管。你跟老板说。家人们也没看到。打扫了没有？家人们也没看到，我也没看到。咱们点赞到100万。只有阿紫看到了，阿紫姐坐这。咱们点赞到100万，就看你去打扫厕所。我坐这段，我实话实说了。不打，你今天不打扫厕所，你今天就没有米啊！哎呀，老板，不要这样子对我嘛！明明就打扫了，你怎么老是这样子呀？来，家人们一起点赞，点赞到100万，我就去。让阿紫直播看着妹妹打扫，我在旁边监督。钱不好吧？行不行，家人们？我就不信磨不了你的脾气，治不了你的。打扫就打扫呗。37万了，快4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赞赞已经快到40万了。我跟你讲，都是你骗的。你如果再凶的话，我跟你说，下个月也该你打扫。行，他们说。行不行，家人们？点到100万，咱们看着啊。行。妹妹去打扫。咱们去打扫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你得把那个。你不是说我不是你姐姐吗？你现在你得去冲厕所，然后把那个地面拖干净，知道不？
哎呀，老板不，我都打扫了。来，家人们点赞到一百万，咱们现场直播看妹妹去打扫厕所，行不行、啊，家人们？厕所没有监控，帅哥姐们。对，没有监控，我们现场直播看妹妹打扫厕所。快50万了，帅哥姐们，刷被点赞又出来了。收拾不了你了，是不是？我跟你昨天我很生气，你妹妹、你姐姐那么努力的在那里工作，你在旁边唧唧歪歪、唧唧歪歪，你怎么答应我的？他努力啥呀？对对努力。你要改变你的性格。我性格挺好的呀。我跟你说，一会儿教你怎么打扫，你要先60万了，渣渣已经60万了。然后把地面拖一拖，知道不？自己去干。什么？自己去搞？我去看那道具，咱们那个扫帚那些在不在啊？点赞到100万，家人们，咱们看阿一墨。老板，你不是说？你那个、是不是归你了？这一个月都归你了啊！老板，你不是说你要去拿那个有没有那个工具吗？你快点去了啊！你不准对你姐凶啊！没有没有，怎么可能？看着了啊！咱们直播间多少家人在啊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什么意思啊？凭什么让我去？帅哥看着我跟你说，他们等一下会搞不好好的搞一下，什么意思嘛？你这个人。还是让我去扫厕所？那本来就是我打扫的呀，白天。我谁呀、啊？我还要去扫厕所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让你说老板让你去打厕所的呀。你为什么不好好的说啊？要不是你不，要不是你说出来了，我都不会去扫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嘛你？你们不是，我跟你说，那你干嘛？你自己去扫，我跟你讲，哼，扣工资也要扣你的工资，凭什么？明明就扫了，他还不好好的说，什么意思？也扫弟弟。快点跟老板说不让，快点跟老板说不要让我扫，听到没有？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我跟你讲。哎你别闹，真的是。我没有闹，我跟你讲。那扫厕所有什么嘛？你去扫一下、啊。我凭什么扫厕所？这么多人的面前，我为什么要去扫厕所？你快点跟老板说，快点。